梦见被狗咬。俗话说，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，与我们有着深厚的友谊。那么梦见被狗咬又有什么寓意呢？梦见自己的狗咬主人，一般预示着你会和朋友发生争夺，是破费大笔钱财的前兆。梦见张嘴就咬人的狗，代表你会在生活中遇到不好相处的人，要注意交流方式，以免招惹是非。梦见被狗咬并留下疤痕，暗示梦者会因为某种不好的事情留下心理阴影。如果梦见被狗咬住小腿不放，预示梦者将会遇到一些困扰，需要你敢于突破创新，打破瓶颈。若是梦见被狗咬出血，预示着有小人想要害梦者，需要小心提防身边的糖衣炮弹。总之，梦见被狗咬主要代表着梦者在现实的人际关系出现问题，需要注意小人背后捅刀子。